在下叶问，佛山咏春派师承陈华顺，请各位师傅多多指教。 谁批准你交拳的？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规矩。这帮混蛋不让人上来学拳。在香港开武馆这么麻烦，不如不要交拳了。拳我会继续教，钱我是一定不会给。如果不是我跟洋人疏通，全香港那么多武馆能平平安安的交拳吗？但是我们作为人家的师傅，是不是应该先好好管教自己的徒弟呢？ 中国无数就不行。你认为分胜负重要，还是跟家里人吃饭重要？